你看了那个冰箱了，冰箱了，冰箱过来了啦！赶快吃雪糕，吃雪糕！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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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！来见证一下水灾后的华龙池，这简直是……顺利到达，顺利到达，看看我们的警车哈，看嘛。哦哟，这一批三辆重，上线都是你的。不得了啊，河川那个。按到那对面去了哦，不得了不得了！哼，做梦都想不到，来时候好好的，回不去。反正你这怕要整两三个哟。啥子？百年难遇的大洪灾。现在是一片荒凉。你看这个酒店给淹成什么样子，大厅都已经给淹了，然后对面江的对面大概淹了有四五层，太可怕了。这个就是洪水的力量，这个是长江是吧？长江。